Google Play 游戏。看那沙发上玩一整个早上了，是什么这么好看啊？我在玩新上市的《异域战记》啊。那是什么？《异域战记》里面有很好看的日本动画风角色，每个都超帅超正的，还有多种元素的世界观跟异世界的故事线，我完全停不下来啊！是哦。你也在玩《异域战记》啊？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在电脑上也可以用 Google Play 游戏玩手游，用这个玩《异域战记》，就可以在大荧幕上把动作特效及过场动画看得更清楚，玩游戏就像在看动画一样。这样用电脑玩顺吗？你就不知道了，在 Google Play 游戏上架的手游，可都是跟开发商一起共同优化过的，玩起来当然顺。让我看一下画面啦。不要啊！让我玩了啦。好烦呢！喂，到底是谁啦？你干嘛那么崩溃？我玩个游戏，讯息电话一直来，我真的觉得有点烦啊。你可以用 Google Play 游戏在电脑上玩《异域战记》啊。啊，小米，它可以同步手机跟电脑的游戏进度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我现在就去玩。不行，现在是我要玩。你又喝咖啡吃甜食了吗？没有，我看到一个很好看的角色，我内心想要消费的火焰已经熊熊的燃烧起来了。消费就消费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但是我没有在电脑上面消费过啊，真的好犹豫哦，怕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，像是让电脑中毒之类的情况。在电脑上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体，我也会担心。好在说的时候在电脑上我都用 Google Play 游戏下载，消费当然也用 Google Play 把关，这样就安心啦。早说嘛，那我就安心了。立即下载